矿坑到底没了，你不听我嗑啊？呀哈哈的，你想吃什么？再吃个凉拌菜什么的。吃凉拌菜啊？那伙说啊，我经常去的一家。哪了？我领你尝尝。走吧，哥，就这家。就这家啊？日夜百味街。你不是愿意吃四川口味啊？他家全是四川口味。你昨天全国多少店啊？5000多家。5000多家店啊？走。哎呦，胖哥，他家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凉菜，这是啊？哎呀，板上还齐全。哎，这不是各种肉片啊？这种肉片就多肥细肥片的哦，鸡鸭鹅，那咱个板上还齐全。这个童叫鸡哦，童叫鸡啊？可以啊，里上真就能吃鸡鸭鹅都齐了，胖哥啊，大鹅、啊、这个种类还全哈、啊，很齐全。你这是什么？哥，我的翡翠肥片。这4多种肉，我看这掺在一块儿的啥？哥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里面没有肥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心没肺。你尝尝味怎么样？啊、你尝尝。我尝尝。我说他这个红油太带劲了，旁边啊，这串红油。哎呀，我天！你试，我给你多着。嗯，怎么样？这么香啊，这个。啊，淡淡的麻，微微的辣，辣的很香。这是什么？这童叫鸡。哎呦我天！你尝尝，这个跟那个白斩鸡差不多啊。哎，差不多。只不过它是带汤的啊。我尝尝。嗯，你试。我尝啊，很筋道。嗯，软乎乎的，看看。那炒的小米辣。你试个这个。嗯，太带劲了，胖。Later。哎，真吃火了。得劲吧？哎呀，那么你光听我的口，那么我家那还有老婆孩子。你这个意思有点带两分。哎，对对，行不行？哎，一斤来块菜一分。啊，行行，一斤一斤了，一让给我给你弄上两分，行吧？真假的？真的。哎。